大家好，我是木兰。哎呀，这是整天都花钱呀！哎呀，我都疯了。这个，我之前这个麦拉达的这个麦克风，花了我600大洋啊，才用了1年，坏了。本来是说把它退回到厂家去，给我换一个。哎，结果我一查，我的质保期刚刚过了几天，结果也换不了了。你说气人不气人了？哎，这是我新买的这个无线麦克风，没有这个东西，的确是拍出来的视频，杂音非常的大。尤其是在那些人多的地方，还有一些饭馆呀什么这些地方。那些杂音特别大，你说话的声音就听不着。后期你要放大声音的话，那环境音和那些杂音就更大，就更吵得很。所以没办法呀，又得买一个。这昨天快递到了，我现在把那个外包装已经都拆掉了。拆掉以后呢，这个呢，它是这个说明书呀。还有这些，啊，一个是接收器，一个呢它是发射器，这就是一些数据线呀什么东西。然后这个东西还挺娇气，我发现以后啊必须把它要装到一个硬壳的盒子里边带出去，再不敢那样窝了。我以前就是窝在兜里啊、包里啊就不。还以为它挺皮实的呢，其实这个东西是很不皮实的。今天呢，我准备去找我的一个朋友帮忙，给我把这个，在手机上的这个 APP 这个给我安装一下。其实也挺简单的，但是我第一个这个麦克风就是他帮着给，就是安装，然后后来就是设置呀、调节呀这些东西，所以现在有了依赖性了。感觉不去找他帮忙的话，就总是觉得自己把这个装不好，呵呵，所以现在就准备出发。好了，我现在已经把那个无线麦克风的第三方软件已经装到手机上了。回来了。我现在已经都养成习惯了，拿这个酒精喷雾，我都会先把这钥匙呀都喷一下。他买的这样子的湿巾纸是75%以上的酒精的湿巾纸，然后出去吃饭的时候，然后就会带上几张。哎，这养成这样的习惯其实也是好事啊。从朋友那回来了，他给我已经把这个无线麦克风已经给我连好了。这次买的时候他没有给这个，这是我之前那个坏了的那个装上，有这个防风效果好一点。他平时这两个是这样子，哎，这个是发射器，这个接收器，然后呢，要用这个把这个来。给它装进，就给它捅到这里边儿，看上紧就行。
然后把这一把这个打开啊，这个线打开，这个就加到这个领子这儿啊。我一般就是也加到领子这儿，也可以拿到手里边，然后就这样操作。不用的时候，我之前都是一直连着的，怕麻烦。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个，它还是容易出问题啊。我还是每次用完把它拔下来，这样就是尽量它的使用寿命长一点。然后这个东西呢，它这个呢就是，你把手机这样一夹上，夹上，然后把这个给它拧，这个给它拧一下，拧紧。好，这就好了。然后这个就放到那个手机支架上，或者是你拿在手里都行。然后之后呢，先把这个打开，看，按这个打开，看灯亮了吧？灯亮了。然后再开这个，看这个蓝色的闪了，看灯亮了，看这个灯亮了，这它自动连接的啊。然后这个绿色标签的这个，它是手机的，上面写着呢啊，手机的这个连接线。这个蓝色标签的是相机的，我今天就操作一个手机的啊。然后这个有两个杠的，这个呢就插在这个发射器这个上面，看插进去。然后呢这边有三个杠的，这边来就插到手机这个孔里头插进去。然后这是下载了一个手机的 APP， 就这个东西，把这个打开，大家看，打开以后，看这个界面就出来了，我的手堵住了摄像头啊，然后把这个，看，这上面这个红色的开始录制了，这个就开始录制了，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这个无线麦克风就开始工作了。大家不是经常看着我，人和机子相距了有好几米的距离，声音还那么大，就是因为这个起的作用。整个操作就是这样的，然后不录了，就把它这个看关了，就停了，然后再拔下这个线。看，我之前呢，我可能操作的也有问题啊，也不爱洗东西，然后我就一直，我不用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到这个上面，就这样。然后我就是拍摄我也这样用，是那个啥，我也这样子一直就把它这样放上。所以这个东西啊，窝来窝去窝来窝去，最后不行了，最后它彻底坏了。所以这次呢我一定要注意，因为毕竟这个600块钱，按说它这个600块钱算是在无线麦克风里边算是不算贵的，索尼的要3000多呢，可能人家索尼的质量好一些吧。但是这种的反正我也用了一年，还是我操作的就是不爱惜它，所以以后就得我就把它拔下来，就把它拔下来。我主要那时候一个是懒，一个是怕把这个线丢了找不着了，所以以后就把它专门就装在一个收纳袋里头。然后这用完以后呢，这我就咱就可以把这个关了，看这个灯就灭了，蓝色灯灭了，然后把这个也关了，看把这个关了，看这个灯也就灭了，蓝色就灭了，这个就操作就好了，就操作完了。它这个发射器里边呢，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开关哦，它有一个开关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小小的一个地方，它有个开关。这有个加号，加号呢就是音量大的头，减号就是音量小的头，
当然咱们拍一般肯定是要音量大嘛，所以我就把它就常放在这个音量大的这上面就行。好了，这个无线麦克风的这个使用方法，就是这样，我简单说一下。刚好因为买了这个，如果有朋友就是想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看到这个视频也知道该怎么操作了。